多谢咱的班长哈。啊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我住伫水边的番，潘良华哈。那么，昨有甲各位讲故事过哈。啊，我想讲早起啦哈，大家可能爱困爱袂醒，我发现我来讲一个故事哈。咱来回想讲，咱即差不多六冬来，互马英九管甲不得不去，咱的薪水倒退差不多15年前的购买力。啊，这有原因的啦吼。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，伫美国，因咧开一个国际外科这个医学的研讨会，那么。一波时啊，有一个喝下午茶的时间，啊，三个医师就伫做人咧开讲，其中是一个咱台湾去的，一个日本的，啊，一个美国当地的，啊，这日本医生就咧讲因的医学吼，显微手术即马足牛的，伊讲因十年前有一个五岁的囡仔，啊，伫捷运站跋落以后，迄个。车甲交过，啊，枪支手交甲脆脆脆，因用显微手术甲手术好势吼，甲接倒转去。十年后，伊参加世界钢琴的比赛，得第一名，表示迄个接了足好势，足完全啊。那么，换美国这个医生就换伊起来臭屁讲，啊，阮十年前嘛有一个十岁。少年家，迄个车弄了，脚断去，啊，阮甲截肢，阮用鸵鸟的脚甲倒去，啊，伊参加奥运比赛嘛得冠军，吼、哦，我即摆两个在等看台湾这個医生要怎赔，台湾这個医生讲啊，迄搭有啥？那阮二十年前，阮有一个40岁哦，中壮年人吼，查甫的，嘛是车头甲弄一个破的哦。脑汁拢喷出来，阮用猪仔的脑吼，甲倒甲移植入去，啊，即马即个伫台湾咧做总统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是安怎，咱即马遮艰苦的原因吼，好，好，安尼有请下袂，吼、哦，昨暝困有好无？吼、哦，敢若一两个较大声啊，安尼表示大部分拢困无好，困无好正常哈。因为我来包啊，介啊，我嘛困袂介好，我嘛真嘛爱困爱困，吼、哦！啊，今仔规工个吼，大家较辛苦者，后来我开始上咱个课啦，吼、哦！咱讲到遮，台湾独立，毋是阿强个要甲咱拍，是美国即个债权人吼、哦、要甲咱拍，吼、哦！所以你若无提前去共赔，吼、哦，比如你去甲银行。这块土地你，咱去甲银行借钱，抵押伫银行的手里，对无？啊，你即马若要卖这块土地，敢毋免先钱去甲银行遮个债务先互清，啊，多销，对无？安尼你要来卖这块地，毋靠管理。啊，你也去甲银行借钱，欠银行钱，啊，讲这块地要阁卖，啊，拄啊等于一地两卖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都无合法，吼、哦，国际法，无合国际法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就是咧，伊讲你。台湾这块土地还袂堪人划清楚，你就要共独立出去哈。好，那么是安怎？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，我这嘛真奇怪。啊，你美国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，啊，恁家己咧办选举，然后恁州，啊，就恁个军哈。哦咧办选举，足侪民生个议题拢会夹伫迄届选举内底咧公道。啊，你是安怎不爱阮台湾人公道？其实美国伊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对台湾个局势拢原来真清楚。那么伊知影讲咱台湾人60几年来，迄个国民党甲教育甲，拢真侪台湾人已经变中国心。啊，你若甲想讲，2008年谢长廷甲马英九，含2012年小英甲马英九，
你若迄两届总统大选，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咱输呢。吼，2008年谢长廷迄个输200万票，小英迄个三只小猪安尼牵甲抓袂牢，想讲应该会赢，结果嘛要输80万票。迄两届若统独公投，咱输呢。所以美国要甲咱当无爱互咱公道，就是有这个原因。台湾人读个无清楚，你若冒人讲，互阿扁啊，迄阵阿扁也要公道，拢美国拢懂对吧？一直到2004年，是毋是迄届阿扁也若读个足好个？伊用一个防御性公投，我要过阮台湾煞袂使，啊，美国真正呾揣无理由甲动，只有讲好啊，无你要公道个内容，你个用意啥话，你个写一个报告来我看。美国看看，真正找无理由甲反对，唔敢互伊创迄个防御性公投，吼、哦、好。那么是安怎？美国要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名的人员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即马在受训者，吼、哦。啊，佮合法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主要就是讲，当时美国麦克阿瑟一般命令，吼、哦，叫蒋介石因的部队来台湾了。啊，乘以差不多1000名的因个公务人员入来台湾来占领台湾吼，接政权对个。那么迄个时阵台湾有人口了600万，所以差1000个人来。那么咱即摆台湾有差不多2330几万，吼差不多4倍，所以是4000人啊。那么咱即摆个想讲，2000年。阿扁啊，雄雄也不想着讲，伊真正会选到流亡中华民国总统。即马一个去接政权，哇，换头无换身啊！吼、哦，敢若几个政务官是日军的人，下骹遐行政官大部分的官员嘛是要做旧的国民党的系统的，所以去哩阿扁的政策真侪落来到下骹，阳奉阴违。啊，所以首先讲，阿扁也要施展伊个行政能力，施展不开来，吼、哦，向白卡白手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阿扁一个落任，就规个阁要拿军来替伊，因为拿军咧，因个行政系统较早个公务公告人员，拢甲你背过，拢甲你私下，甲你重播，所以乎台湾人感觉讲，嗯啊，换民进党去做嘛，个性不怎么样。啊，其实你若有台湾身边人，你会感觉讲真正不一样。阿扁啊，有想要好啊，甲台湾治理好些。只是拿军咧，伫各所在拢咧甲逼过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讲，咱爱训练这4000名，头壳清楚，了解台湾的地位，吼、哦，你较袂去认贼做老爸。像我之前呐，第一个爱讲，爱了解我是谁。你唔知影你家己嘅身份，你竟然讲认为讲你是汉人，你是中国人，啊，你就真正认贼做老爸吼。啊，另外要发41万份嘅台湾政府嘅身份证，即就是讲，即41万嘅定义咱嘅种子人员，爱有成绩基本嘅人员，即41万嘅，伊若讲一日拢去出去分散去宣传，咱现在要发台湾政府嘅身份证。吼、哦，安尼这个效益也真高。你得爱有本土台湾人的身份，你才会当签着这张台湾政府的身份证。吼，啊，等下我会阁讲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咱来讲第三大点：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、甲迹象？吼、哦，因为过去你若讲讲啊，美军占领台湾，甲一个人讲啊，你读个歹，我拢也无看到美军，哪有啥物美军咧占领台湾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即摆用。法律的角度，啊，甲有一寡迹象，吼、哦，咱来甲探讨吼。这个法律的吼、哦，来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吼、哦，这是1945年，吼、哦，这个9月7日发布的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，伫1945年8月17日，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，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。1945年9月7日，
对日本受降日，吼、哦，迄天伫日本的东京湾电馆的迄只密苏里舰电馆所发布，吼、哦，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投降。你注意讲命令蒋介石，怎样命令？因为杜鲁门总统迄阵是所有的盟军统帅。那么麦克阿瑟将军，伊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。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这个总司令，好、哦、元帅对的哈、哦。那么你甲想，台湾迄阵是伫太平洋战区，照讲伫太平洋战区，应该都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人员来占领台湾，啊，那会使叫中国战区的蒋介石的军事人员来占领台湾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牵涉到当时。杜鲁那种开罗宣言呐，哈，哎，开罗宣言呐，各级班好，我来搁讲的哈。那么，其实就是讲，迄当时日本迄个牵两条原子弹了，一礼拜后，随无条件投降，美军我呐，无想到，措手不及，所以，无遐个美军去占领所有的日本的占领区，好。你讲日本迄阵，你看规个南太平洋嘛，就拢有美军占领，哈，包括越南啊、香港啊、哈、啊、印尼、泰国，这拢日本军去占领，哈。啊，你即卖美军向无遐济通好分配，你去日本去四大岛遐大片，啊，日本伊本岛内底拢日本人咧，啊，这对美军来讲是军事上的人员的即、這个。占领压力真大，所以台湾伊想着讲啊，规个叫盟军蒋介石的部队就近来代替美军来占领台湾，吼是安尼来。啊，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，唯一有来攻打台湾、攻打日本的，吼、哦，就是美军。啊、哦，将来毋捌有一只飞行机，有只中国飞行机，还是中国的军舰。捌开来到台湾来甲咱拍，吼、哦，所有来轰炸台湾的拢是美军，啊、哦，所以伊是征服者的身份，伊才有权利来分配盟军的占领区，吼、哦，啊，得我甲日本拍败啊，啊，我需要盟军来斗三工，所以我会当命令分配，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，吼、哦，可比讲北纬38度以北的北朝鲜。甲中国的迄个东北，哦，就满洲国遐，爱向苏联，哦，你看苏联这几个国家，苏联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，哦，这美军安尼分配，啊，过来北纬16度以北，北印度支那，就是北越，哦，包括台湾，甲朋友是向蒋介石。来导航，啊！你注意看，伊敢若命令蒋介石头前无挂国家的名号，啥物原因？因为迄阵毋知要叫啥物人代表中国，吼、哦！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政权，有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权，有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权，有一个南京的汪精卫政权，啊，有一个东北的这个满洲国，啊，啥物人要代表中国？所以只有敢用蒋介石的名号，无用头前无挂中华民国，哈、哦。好来，啊，咱来看旧金山和平条，吼、哦，这上重要，对台湾前途上重要。1952年4月28日生啊，伊的第二条美讲，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，只是放弃管辖治理权俩，哈、哦，佮保留残余主权。那么第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承认，啊，那么中华民国只是次要的占领全国哈，啊，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当然美国，完了包括日属的台湾哈，啊，你个想讲，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和这个管辖治理权，就敢那讲类似讲，譬如讲。啊，我若比如，我跟你跋筊、跋输筊，
我无现金给你，好啊，我把土地抵押在你手里。台湾甲朋友刘学成这个意思，哈，你无现金通赔人，哈。啊嘛，另外一个讲法就讲，就比如你有一家地，啊，我来给你租，租五栋，啊，每一栋拢十万块，我若交50万块交好你，咱契约书签好，从迄刚开始，你就放弃地上管辖权，但是无过户嘛，我给你租土地，迄块土地所有权证嘛是要你的名，无办过户，只是办一个租用尔。但是你迄五年，你就放弃迄块土地地上的管辖权。我潘良华要带顶管种啥物作物，金蕉、山药、荔枝，就在我种。但是五年到你若不爱租我，你时间到自然，你就收回你的地上管辖权，哈，这个意思，哈。好，那么对日合约的拟定是有51个国家的同盟国作为协商，啊，这是杜勒斯来咧主导甲分配。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特使，哦，就是为了要跟日本签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这个同盟国拢有51个国家，爱去跟因讲甲好些，条件拢讲好些，协商好些，要安怎对日本有啥物处罚，吼，有啥物限制，吼，啊，将来。和平条约签了，和日本恢复因的国家主权哈。啊，这都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依靠这个权力，好派杜勒斯出来的主导哈。啊，无迄阵世界五大强国中美英法苏，啊，那唔是中国出来，啊唔是苏联出来，啊唔是法国英国。那啥物代志，改成拢美国咧主导，吼，就是因为美国是直接单独等于单独直接派到日本，吼。好，啊，台湾管理法伫1979年的4月7日才订立，但是追溯到1979年的1月7日，吼，追溯伫3个月前，是安那？因为1979年的1月7日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。啊、所以为着不爱和迄个麦卡阿瑟这个一号命令等在哩吼，所以赶紧定一个台湾关系法，追溯伊个一号生效。啊，这是美国国内法，是美国的参众议院，吼、哦，因家己伫国美国国内拟定，拢无堪咱台湾人参详，因家己就拟定，啊，只佮进行发布，在台湾实施，吼、哦，拢唔免堪咱参详。啊，这是因为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依靠这个权利甲这个义务来定这个台湾关系法。吼、哦，咱唔捌听过讲有英国，还是法国，还是苏联台湾关系法。吼、哦，好，啊，顶管这都拢头拄我咧讲，这拢是法理上的，这有遵照国际法来，唔是啥咧用感情讲的。吼、哦，好，那么现在1982年，美国雷根总统。爱对台湾发布6项保证，啊，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签白旗公报进前吼。迄阵风风雨雨，台湾人吼，包括中国伫台湾这中国人，足惊讲台湾要予美国甲出卖，要予阿强啊去啊。啊，所以蒋经国迄阵看台湾民心安尼足浮动的。足侪有钱人，尤其中国人，想尽办法要办美国的移民，也是加拿大、澳洲遐移民，就是变卖台湾这家产，赶紧要离开，惊讲呐，台湾许美国出卖阿强啊，解放军要来啊，好啊，所以迄阵房地产博噶，那么蒋介石经过伊的外交系统，去甲美国要求，希望伊。发布一挂新战喊话，吼，对台湾来做一挂保证，吼。而且呢，这个美堪阿强啊，前摆去公报，中国人伫台湾的中国人才惊，就是迄当时1949年国共内战当拍啊当这个时，美国发表一个对华白皮书，啊，这也在讲压垮国民党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，迄个就是发布了，吼。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，吼、
摆个灶，敢那咧飞咧，佮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迄阵啊，因中国人做到生文字游戏，因嘛是继续咧向因咧用因咧报纸吼、哦、媒体咧宣扬讲因敢那拍赢，伊安怎写呢？讲我军是国军的对吧？我军转进，伊怕输咧撤退吼，伊不爱讲我军撤退，伊讲我军转进，转个方向前进，撤退伊嘛甲讲个转进呢。我军转进个神速，共军追赶不及。你看，听起来讲伊作搞的。我军转进神速，一日千里，共军追赶不及。哦，你听起来改成阿强阿罗。国民党做搞，其实那用台语四字的解决叫做怕输遭赢，遭到为台湾来哈、哦。那么，就这个要求美国爱对台湾发布一挂有利的这新战喊话，就是雷根总统讲的这六项保证，啊，咱来看伊内底保证什么代志。第一，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军售设下炸机的日期。第二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。啊，你看这個对台，这个台就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治理当局，不要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了哈。你莫看来讲这個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对台湾人的军售，不是哈。来，第三，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。第四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，吼、哦，未修改伊任何字句啦，吼、哦。第五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，美国未施压迫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。第六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。有主权的这个主张，啊，这是雷根对台六项保证。嘿，啊奇怪，咱也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，哦，无论是啥物债权的关系，还是啥物关系，美国是安怎爱来甲咱保证？咱敢捌看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还是承诺？是安怎伊爱甲你保证，敢若爱甲你负责任？就是咱向占领，啊！伊占领这个所在，伊当然来保护这个所在，卖个别个国家退去啊！吼、哦，伊就爱个保护台湾片哦，保护甲讲日本摕钱来个赎回去。你莫等日本有钱啊，要摕来甲你赎回去，讲无我这块土地，我向苏联搞拍牌，我去要占领去啊，袂使安尼啊！所以占领地的人民唔免做兵，吼、哦，唔免买武器。啊！咱台湾族、台湾人介可怜的就，咱去用占领，啊！咱爱过去做兵，来替美国过伊的前线，因为咱是第一岛链，美国的第一岛链的前线，为南韩、日本、琉球、台湾、菲律宾一直透落到南洋，这是美国的最前线、第一岛链。啊！咱台湾人去美国。军事占领，啊！台湾人还佫替中华民国做兵，台湾人还佫纳税金来买武器，哦，啊！武器佫甲美国买，啊！然后来替美国过大门，啊！佫家己爱炸便当，啊！你看台湾人有衰无？有可怜无？哈、哦！所以这种唔对的，所以咱秘书长伊告美国，就是讲，这美国你违反国际人权，哈、哦！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当中，哈，好。过来，咱来看新竹的乐山这个雷达基地挂美国国旗，哈。这个雷达基地在阿扁的时代，吼，都开始起啊。迄阵扁的预算差不多代表300亿，啊，结果换2008年，马上就算着，美国虽讲爱追加预算，爱追加到要100亿，爱差不多400亿个起的好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咱这个马英九是亲共的，那么伊要求加一摆，就是要做一挂加密的设备的设施。因为咱讲中华民国，
你若较新的武器若买伊吼，伊就随马上甲一寡机密资料哦，都交互阿强阿去啊。哦，因为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所以台湾人可怜，即所开的钱拢咱台湾人纳的税款，迄个税款钱哈，税金哈。结果才顶管才国旗是美国的国旗，那也毋是中华民国的国旗。啊，即个位置看，台湾有两个，一个叫做法律的台湾，一个叫做政治的台湾。政治的美国放互你中华民国伫遮咧咧算咧欺骗台湾人，但是军事上咧都袂使歪错哦。军咧真正着一步一脚印，一个命令一个动作，啊，即个等于是美国一个军事设施。当然，即个都爱挂美国的即个国旗。那么，即个雷达站伊的辐射征收的范围半径是3000公里，会当征收到中国的内蒙古，啊，是北韩吼，包括北韩咧试射因的大普通飞弹，即拢征收会着。啊，即个雷达站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讲提早予台湾有差不多5至6分钟的雷达提早预警的时间，吼。中国那边有飞弹，也是飞机飞起来，咱会当提早知影，吼，提早防御啦，吼。啊，伊只说内底拢是美军穿便服咧操作，吼。啊，外围内底咧顾的嘛是美军咧顾，干那外围吼是中华民国吼有据点咧驻守安尼。啊，所得到征收的资讯链接噶。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遐去吼，啊，较次要啦，有诶需要，互中华民国知影伊开，留一寡资讯，互中华民国诶部队吼。好，那么美国核电的意义吼，那动算流亡中华民国总统，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，吼，即正如当时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，互蒋介石赶快即个一脉相承诶吼。2004年3月19日发生319枪击案，阿扁也打电话连爽，讲啊发生这个案件，明仔敢要阁选？连爽是讲因的民调拢甲要60%，稳赢的，继续选无问题，明仔阮就要得总统啊！我选了，连爽发输，无到30000票，啊甲换算比例多。输0.228，嗯，跟228事件刚好有关系吼，这228阴影咧操控的番，吼，啊，所以迄阵哪样做唔完呢？随去占领凯达格兰大道，吼，占领要几礼拜，啊，伫迄个中川会啊，动不了黄石城出来打迄个选举公告，所以阿扁啊，打电话给迄个夏新，美国再来协会的夏新，甲问讲是安怎，贺电拢无搞。几礼拜啊？夏新打电话等于白宫问，白宫甲讲，只要恁中华民国中选会呐，把迄个当选证书公告打给你，半点钟来，我白宫贺电睡觉。啊，但这个消息，国民党因较早的外交系统嘛知影，所以就派足侪人来为中选会不爱好打。啊，咱日军迄阵气势当好啊，咱已经赢，当然嘛是去遐甲咪。钱啊，钱甲玻璃拢弄破，即个一个打起来吼，拿军呢，嘛打起来，从翕相传去到美国，半点钟来贺电搞，贺电一个搞，拿军知影讲大势已去，佫乱无效啊，因为头家已经准，即个陈水扁做台湾啊，做中华民国即个总统啊，啊，其实你爱甲中华民国即个总统即个位。你甲当作，咱即摆讲一个大间公司，美国嘅总公司伫美国，啊，譬如讲迄个做素食店迄个，即个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，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一间分公司，较早用派哦，好，过来就指派给蒋经国，好，那么即摆开放给你用民选的，好，较早哦选到李登辉，啊，过来即摆选到陈水扁。啊！你还有总公司当时的有一个任用聘书，哎，
寄来做证据，讲啊，阮已经承认这个，恁算出来，我有甲你承认吼，这个会当在台湾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是安尼，等于讲含这个意思嘛，一般命令讲意思吼。我说迄阵咧乱，乱到迄个任命书落来，拿军咧知影大势已去，头家已经准，已经认定讲这个有资格做总经理啊，所以就无个乱，就乱袂落来，就散去哈。好，而且咱另外咧等白宫贺电等几礼拜吼，咱迄个心情，一粒石头跌伫心肝顶，拢无落来，都要等贺电到，大家才落来哈。哎，安尼咱应该大家拢了解这个意思哈。好，哎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。好，以后有机会过来向各位报告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事，这节目要休困，继续上课。来，咱过几个拍掌，谢谢我们潘议长。各位同事，大家。